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，这故事出自《法句譬喻经》，在大正藏第四册593页下栏到594页上栏。过去佛住在舍卫国时，当时有500位婆罗门，经常想要找机会诽谤佛。佛具足天眼明、宿命明、肉尽明三打的智慧，能全面深彻地照见人心。佛虽然有大悲心，想要度化这些婆罗门，不过他们的果报还没有成熟，因缘还未到，一切罪报福报要来的时候，一定会自己造作相应的因缘而感得罪报或福报。这些婆罗门在过去有一些福德，应当能得度，福德就会牵引他们，使自己造作相应的因缘。这500位婆罗门互相讨论说，应该找一位屠夫，让他杀生，并引请佛及僧众来供养，佛一定会接受邀请，并赞叹屠夫，我们就一起前去，在佛面前讥笑挖苦佛陀。于是屠夫便答应婆罗门，请佛来应供。佛接受了邀请，并对屠夫说，果实成熟了，自然就会掉落，福报成熟了，自然就能得度。屠夫回家后立刻准备了供养的饭食，佛带领着弟子们来到屠夫村中，进入施主家。这些婆罗门不分大小都很高兴，现在终于等到合适的机会，可以讥笑讽刺佛了。如果佛赞叹施主有福德的话，我们就以屠夫前后杀生无数，造了很多罪业来讥讽佛。如果佛说了屠夫过去以来的罪行，那就以今天屠夫供养佛的福德来问难佛，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来讥笑讽刺佛。现在终于等到合适的机会了。佛到施主家坐好后，屠夫便为佛倒水让佛洗手，并亲自供养食物给佛陀。这时世尊观察大众的心念，其中应该有可以度化的人，便现出广长舌相，用舌覆盖颜面，舔耳朵，放大光明，照遍全城。接着以清净的梵音说了一段偈颂，祝福大家，大意如下：就如圣人所教导的，出家人以正道修行乞食维持生活，但愚痴的人起嫉妒心，见到别人行善修道就想要破坏，造作恶行得恶报，就像种下苦涩的种子，造作恶行则自己必须受罪报，行善则自己享受福报。是罪是福，果报各自成熟，谁也替代不了谁。行善则得善报，就像是种下美好的种子而得到甜美的果实一样。佛说完这段偈颂之后，
五百位婆罗门心开意解，便向前五体投地顶礼佛陀，合掌对佛说：我们顽劣愚钝，智慧不足，未能通达世尊的教导，希望您怜悯教化我们，让我们跟随您出家做沙门。佛就慈悲允许，接受大家成为沙门。尊人不分老少，见到佛的神通变化，没有不惊喜的。大家都正得见道，堪称为贤圣，不再以杀生为业，不再有屠夫之名。佛用餐完毕，便回到精舍。这一则故事提到，有的人见他人行善积德，自己不但没有随喜赞叹，还喜欢诽谤他人。就如故事中的婆罗门，不怀好意，找了一位屠夫供养佛，并借机问难，想让佛难堪。婆罗门心想，佛接受屠夫供养之后，如果赞叹屠夫有福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讥讽佛说，屠夫杀生无数，为什么会有福德呢？反之，如果佛说屠夫杀生是有罪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问难佛，屠夫虽然造杀业，但今日供养佛应该得福德啊，难道没有福德吗？佛的回答出乎这些婆罗门的意料之外。佛说，造作恶业受罪报，积极善业得福报，罪与福果报各自成熟，无法互相替代。如种下的种子不同，得到的果实是苦涩或甘甜，也随之有差别。换言之，屠夫造杀业会受罪报，但屠夫供养佛也能得福报。善恶罪福应该分别说。另外六祖坛经也说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，不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原来造，你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这意思是说，愚痴的人只知道修福，却不晓得要修道，不知修学戒定慧，以为修福就是修道，误以为修一些福德就可以免除过去恶行的果报。就如有的人杀了人，他心想，我布施一些钱财就可以将功赎罪，殊不知布施供养虽然可以得到福德，不过愚痴的人却也充满着贪嗔痴三毒，造作许多恶业。有的人想要修福来灭除所造的罪业，可是后世虽然得到福报，但罪业仍然存在，因缘聚合时还是会受苦报的。善与恶两种业行分别得到的果报是无法互相替代的。佛教谈因果业报时也提到隐业与满业。隐业是一种特别强大的业力，引导众生得到一个总报体，成为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等六道中的某一道，
这种特别强的业力称为隐业。满业的力量不像隐业这么强，但是会影响所感得的报身是不是圆满。例如六根是否具足，相貌是否庄严，音声是否优美等等，这种业叫做满业。俱舍论举了一个比喻，譬如一位画家先以单一的颜色画出一个形状，完成外形之后再填入众多的色彩，隐业就如同以单一的颜色描绘出一个人形或是一个畜生，满业就像填入众多的色彩，显现出美丑等众多的差别。即使大家同样是人，但每个人的相貌、音声、体力乃至资质、才能都不相同，这就是满业的差别。因此我们应当留意，虽然同样做一件事，但内在的发心、身口的行为，一点一滴微妙的差异，都会感得不同的果报。希望大家都能时常保持正念正知，谨言慎行。以上以这些跟大家共勉。